血的那个精神。平常呢，一棒洪正淳，二棒陈建平，三棒朱凯良，四棒黄志祥，回归了，回归了，他感动了啦，会哭了。我刚刚讲什么？我怎么会讲到你的名字呢？哦，三棒，五棒许瑞哲，六棒洪晨啊，七棒苏建明，八棒许传承，九棒陈建章，十棒陈龙轩。非还学相似，不是要讲你要讲金城龙哎。OK， 那我知道大家的气势都很旺盛，那大阪队我们也对过了，在预赛也对过了，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实力如何。只是说他们实力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武器有换了。刚刚大家有看到武器有换了，所以说，所谓的这个时候你们就要更灵活一点，能够打出来，就是像我们打出桌球一样，非常的弹。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强健，那没关系，他们有武器有什么用？我们有超级强投34号的，哇，下面你们，你看，刚上厕所的时候上完是该跟尿尿，有时候他已经减轻重量 ，OK， 大家加油，yes。就挡他2连败 ，OK， 轻松打。并不长 ，Just to me， be happy， yes， bravo， bravo。
关注，出好多了，陈强，别上当了，不要管他，对决。 Yeah.
几率破了啦！几率两千块。OK。就这样子，真的非常可惜，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个冠军赛，这么重要的冠军赛，其实大家都非常难过。然后刚就去把衣服拿去洗一洗，就这样子。那很抱歉，对不起，支持我们的那些朋友。我们没办法把冠军带回去，就这样，拜拜。